高个女力大无穷，娇小女孩人人爱。要确定的。真的可以？真的吗？哎呀！好痛！第几台打？送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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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过分哎！你看，赶紧下手啦！下手啦！秀秀。谐星全身都能玩，马桶吸盘玩到爽，好好玩哦！哎，真的，哎呦，哎，很棒哎！这个东东，怎么会觉得好像要上马赛克？咖美女，要不跟哥哥去喝杯咖啡呀、啊？嗯，谁在讲话？哎、欸，是你旁边那个哈比豆，你们高成这样子，哦、有人哦，你们这么高，要让这些矮冬瓜怎么活下去？同学来啦，高个派、娇小派，那个是你的派。哎呦，是。OK， 今天我们要讲身高了。对，网络上面有统计啊，男生理想女友的身高排行榜 Top 5，我来看一下，大概是几公分哦？来，几公分？第一名是160公分，刚好最高。没有，我想问说，理想身高是？那调查的人的身高应该都蛮矮的吧？没有，我们没有在管说对方高还是矮，应该是通通都有，不可能都有。然后，第二名是165啦，哦，对啊，第三名158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大概就是这个 range。不是158和160是有差你？哎，有有有，感受有，哎，感受不一样，178跟180的男生就有差，哎，两公分差很多，全世界158就跟你一样高嘛？对啊。对，没有没有，纳豆是158.7 ，yes， 四舍五入，.7，是敬畏的，对他很在乎那个点七，没错 ，OK。然后第四名162，哦，最名170的，姓谁？哎，姓干嘛？我没有在排行榜里面，因为他是179公分，都长短，没有啦，他172左右，172。OK， 今天其实又来了两派啊，怎么样？就是除高帅没有矮都有，高的跟矮的分成两边的女孩，打起来，打起来，打起来。哦，高个的有到170几公分，对，平均起来，然后矮的有到150几公分，对，就是这样，娇小派，娇小。好 ，OK， 那就要马上欢迎他们了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马上。欢迎我们第一队身高176，还有我们矮个子155的代表熊熊。好，欢迎雨柔以及熊熊。这真正七牙八牙，哎呀，都很好看呐。哎呀，雨柔气势很强，气势不一样，感觉好像是姑姑带着子女。谁跟你姑姑啊？多注意，好不好？哎呦呀，欢迎。好，接下来我们马上欢迎短金凯西，短金跟凯西来啦，短金是173公分啊，差这么多，哎呦，有差嘞，差一个头，哎呦，哇塞，都可爱，哎呦呀，高帅啊，其实都可爱，高可爱跟小可爱，高可爱小可爱，大可爱小可爱，接下来哇塞，下两个玉萍，欢迎。哇，哎呀，哇，哎，高一个头哎，对呀，大大的小啦，真的，因为加纳的也是好小，比例很好，对不对？哦，还要塞住他，还要塞过去，对。加纳有一直这样要挤过去的感觉，对，一直要挤他，要把玉婷挤开的感觉。哎呦，哎呦，战斗力十足，欢迎他们，耶！好，那想问问男生，就是如果你们真的要挑女友的话，是偏好我这种高个女，还是他们那种小娇小派？哎呦，哎，炮哥写娇小，娇小，对啊，因为 OK 啦，他 OK， 因为他自己本身可能也不是大只的男生啊，所以那有什么关系？条件限制合理，但是我要说的是，在我教咪咪以前，每一个都是170几，我教的每一个，我教过10的凯沃的。
拥抱的，10的凯沃的，每个都1076凯沃，可以讲几个名字，我们知道，讲几个认识的，人家现在都结婚了啦，不要，他们都结婚了，影响他们家庭生活幸福。那你有可能是自己吹牛的，对，没有没有没有，真的是在一起，真的。然后他们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想，他们是跟你的钱在一起还是？钱在一起比较高调，太直接了吧？对，是。对，有可能啊，有些你知道吗？有些对，但是我说实话，教了咪咪以后，我才知道矮有矮的好，妙有那个娇小娇小的妙。因为就讲最简单的，男女之间做那档事，哦，对不对？做那档事怎么了？高个女就比较有一些先天上的限制，怎么了？有吗？因为她们腿长，就不好换姿势再来一次。你有没有想过是你腿太短？想过别放大你自己的问题，就哪点你知道吗？卡住啊！其实是男生自己的问题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就你有没有看过那种什么那个架高那种那个车子？没有，有架高机。那个高个人就这样，那个腿那个太长了，你知道吗？就 hip hop 文化的常有这种会这样会弹的那种车子。有时候到一半的时候会这样啪，哇塞！然后他的脚又突然比较大，整个那个脚掌就啪啪再打下去，完全没有办法配合，你知道吗？很糟糕，可怜，不方便，先天条件限制了，所以教小女。怎么样都可以。他刚刚讲的这段，其实都是讲到自己的缺陷比较多，对不对？喂，他好像在要嫌高个女，其实是他的问题，脚太长了嘛，自己的问题，太长，自曝其短啊，太长了，对不对 ？OK， 那没有办法，他自己可能身高上面先天的限制，没有占优势，好吧，破哥，我也不高，但是我觉得我不高，我可以说我都什么？都什么？什么叫都？硬要选就是脚小啦，因为我们男人喜欢大，就喜欢自己比较大啊。女人越小，相对的会觉得自己很大。嗯，要多没有证明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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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在，没有没有没有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给他这个音乐？不需要。然后现场我们在这样，各种方法，我们要聊主题。我们很奇怪。哎呦，他最近好像有练不错，变大有吗？哎呦，对不对？变大，好像有更韵律感，有好，各种方法补啊。还有现在就是很深的蝎子，就是可以180了，超高，垫的比我还高哎，垫的高。他就是我不高，我骄傲。对，我都其实跟纳豆是同一路数，对啊，就 OK 啊。你从来不会觉得你自己个子不高的小巨人，你就是小巨人。小巨人，因为习惯了啊。你很骄傲，骄傲都不行，很有自信。以前他真的有跟他比他高的女生走在一起，然后他这样勾他手怎么样？好像一只小小只的红毛猩猩，带红毛猩猩，哎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你够很可爱，可爱可爱，对啊，你看。好想，可以搭肩吗？这感觉，哎，搭肩，对啊，搭肩，搭肩，搭肩，哎，你酸，对，差不多，手够不太上去，对啊，感那个刚刚那个画面好像在等遗产哈，等保险呐，对，不要让我等太久，来，丰田讲，丰田高个的，高个，我也喜欢，结果你那么高，谁喜欢？高都爱高小。娇小，高的女生真的难过。衣服穿起来好看啊，身材很好啊，但是缺点就是骨架大。你才大嘞！我真的是，我只想跟一个高的女生，她自己会承认她大。真的，对啊，没有我骨架小嘞，我的也是。没有你们的，我娇娇是要给她看什么东西？看骨架，看骨架。不是每次跟那种高的女生牵手的时候会吓到。很像跟男生牵手，对，我用一手可以握住篮球，篮球可以一手握住。哎呀，真的，雨柔有男生这样跟你讲过吗？就说从来没有跟你牵手，要跟男生牵手，从来没有啊，没有吧？我们怎么跟手都是细的啊？没有，还是有差。你跟那个娇小女牵手就知道，你很服。不是重点是你牵的，你牵得到娇小女的手吗？还是你的手很小？女生也是这样子，女生是这样，像拉公车拉环的，公车拉环还是可以拉得到。而且娇小女应该是因为女生矮的人手比较小，对，对啊，看一下，真的有差，比一下就知道。哎，哇塞，哇，你看，你看一下。我们差那么多，哇，鱼肉了，差太多了吧？哇塞，我拍个手就是外星人的手，蛮大的，手很大。是他的手，他说他手算比较大，是不是？对，我手比较大。
雨柔的手应该都比我们的大，不是，有可能是因为他很高啊，我一百七十六哎，对啊，哇，那这手若长这样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小叮当哦，怪怪的，这手是普利当哦，怪怪比例啦，比例最重要，是普哦，所以你看，所以丰田也就是说，哎，小小也可爱，就是喜欢比较起来，就牵到小小的手就觉得好可爱这样，对啊，他们撒娇起来也蛮可爱的，哇，高的女生撒娇哦，很恐怖，撒娇起来个子。娇小的女生是不是很容易就哎很吃香？你们自己的感觉呢？我觉得有没有好像是就是不用用太多力。我们好像平常在讲话，他们就觉得我们好像在撒娇，就是但其实没那个意思。对，比如说你同龄的，同龄误会，抱歉的感觉。嗯，就比如说好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哦，有。觉得原谅雨柔，对，但是高哥说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。他说你就是故意的，你在烦什么？你现在要打我吗？你态度怎么那么差？因为雨柔只要头低低的，然后讲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感他那男生还是得抬头看，会有一点鄙视，男生不会觉得对，他在撒娇啊，对，就是哦，你怎样？你在瞪着我干什么？确实娇小好像比较吃香，因为娇小很像小朋友，对，他觉得啊小朋友做错事算了，原谅他，不要跟小孩计较。没有，高个子就高个还是会有可以撒娇的吧？我是看个性。你会撒娇吗？我应该还是会啦。哦，确定的，不然这样子，你跟凯西两个一起跟丰田撒娇，那因为丰田他钱对他来讲是很重要的。对，现在你存款大概有10万块好了，有13万有，你有13万，有哦，真的。最近搬家什么买手机什么的，真的是哇，13万，剩13万，高点13万，那有一个太 detail 了吧？10万块钱，他们两个希望你买给他们，这太难了啦，他怎么可能会花10万？没有，他会花10万买包包给你们，我会，我会看要买给谁。OK， 欣雅跟凯西要来 PK 一下，哎呦，啊，撒娇，看你要叫他什么昵称。好，要怎么样要到那10万块的包？好，宰令呐，好不？好，预备，欣雅先开始嘛。好，来，预备，请。哎，哎，好痛！力气太大！送医院！送医院！骨折！骨折！骨折！送医院！力气太大！哎，小姐，撒娇，现在要撒娇，你不会拿这个。对，我力气太大，我吓到。他觉得你力气太大，他有他的感受，你不能。对啊，对啊，你压迫人家，接受以为骨折，压迫还可以吧？医疗费。好，来，好啊，来下一位，下面一位。还没讲话，下面台词耶，下面一位台词还没讲，台词没有了，骨折了，送医院了没有？来来来来来，下面一位，下面一位来。还没叫人家就受伤了，受伤了，结束了，受伤了，受伤了。他怕他受怕受伤了。来，凯西，好，预备备，请开始。宝宝，我想要一个名牌。画面好大，买买买买买。我去借钱。我买。好像小猫咪哦，凯西。他在旁边这么娇小。他真的好高，肩膀都还没到。配，好可爱哦，很搭哦，很搭。我不配，我不配吗？呀！老公，你不要再撞到你了吗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丰田？对啊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丰田？你高有了不起就可以这样伤害人吗？这过分哎，还是凯西好。凯西，凯西，你看，凯西笑走了，笑走了。秀我，秀秀我！哦，我好了，我好了，舒服多了，太棒了！凯西获胜，娇小女获胜，谢谢。真没有办法。哇塞，这样一比下来，真的凯西大胜哎！你在讲啊？没有啦，不是，我都不敢回话。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他可能自己觉得没用，没有太出太多力，他平就是身高取胜了。对，男生哦也还是有一点点这样，他觉得说，哎，他身高比人家高，他可以保护他。男生觉得自己有一点用啊，你知道？其实很多男人是没什么用的，对不对？阿燕，谁？阿燕，对不对？阿燕，错，阿燕，你是不是很多男生其实是没什么用的？对，不是我就是了。哎，好，那你讲个笑话来听听，让我们觉得你今天很有用啊。有，
来来来，身高来一个，阿燕身高也不高嘛，至少他在节目上面是很有用的。哎呦，对啊，好笑的笑话，好笑的笑话，来哦来哦，就是其实我还蛮帅的。哎，哎呦，剪掉。大家都问一下，来问一下大家问题。其他男生有没有喜欢高个的？哎，有吗？有吗？有没有喜欢高个的？有，其实总有吧，总有吧。其实我觉得跟高个女在一起是优点。哎呦，第一个其实就是像你看，大家男生大部分都喜欢娇小的，这时候代表怎么样？如果我今天交到了一个高个女，她身边没有苍蝇，因为她没什么要，没有竞争力啊。笑，不是笑，我说发疯，就是可能大家会觉得太高冷了，会不太敢靠近。冷静好吗？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，我跟他对视的时候，要接吻的时候，我不需要去蹲得很低很累，他会扶着你的头，然后他也不需要踮得很高很累，就像 Ken 哥跟新雅姐这样，他们这样对视，看着看着，不自觉可能就会亲了下去。哎呦，身高，哎。如果因为我这样嘛，因为我跟他看来看去，常常都是搞笑的，我觉得这个就认真的，这个真的是没有什么意义。认真看，应该他跟纳豆对视。想看对吧？对啊，对视，看有没有火花了，看看有没有火花感。你要如果真心认真哦，认真哦，你要真心对自然而然的真心的，好不好？好，好 ，OK， 预备备，啊。不要故意演什么，不会要贬低他的什么，不要，好不好？预备备，认真，十秒钟，请开始 music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有被吸引吗？莫名其妙，你在干什么？嘴巴动什么动？太冲了！没有，刚好时间到了。刚好时间到了。我觉得他对视有点淫荡。我没有打到你开刀的。没有，不好意思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太老悔了。我怕，等一下。不要不要，对。小可以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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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要不要检查一下？没事没事没事。好 ，OK OK OK。好了好了，高有高的好，矮有矮的。可爱，哎，对，好，自己有没有觉得在哪一方面比较吃香？食指，哦，细长，哦，对啊，比例上面来讲看起来很漂亮。对，因为我活在台湾，所以台湾的女生大部分都比我矮，所以我很有优势。比方说，去年我去参加蕾拉的婚礼，然后她准备丢她的捧花，所以有的女生要。抓抢，抢对，但是我一要举手，我已经抢到了。然后不过篮板球的概念，刚在那边，我在旁边而已。大家，蓝色的啦，对，蓝色的，请看，你看，我一脚一下来，我就是有了。他手最长啦，对，跟抢篮板一样啊，跟抢篮板撞人的，撞人的，没有，而且撞开犯规哦。不是我的第一个捧花，我在家已经有五斗，我去哪里我都是抢捧花。哦，现在我就很难过，因为已经不能抢捧花。我上次去婚礼，我就很想抢。你可以去打篮球啊，抢篮板就好了。男女臂力大考验，纳豆惨遭重摔。你看他快75，有75哎，可以吗？腰要注意哦，腰要注意哦。可以吗？要确定的。真的可以！太强了吧！哎呀！可以可以，我看我觉得好可怕，好危险哦！哎，要小心，小心小心小心！大豆还在复健，你这样摔他。我去哪里我都是抢捧花。哦，现在我就很难过，因为已经不能抢捧花。我上次去婚礼，我就很想抢。你可以去打篮球啊，抢篮板就好了。但是不至于要去抢捧花了哦。但是他说，你看他的确啦，手长了比较容易抓到抓到。对啊，我觉得手身高高还有一个很好的好处，就是平常我们在做家事的时候啊，就我们晒衣服不用那个吐杆。对啊对对。哦，我们可以直接用，我们可以直接用手晒，直接挂。哦，我们可以直接晒。哦，对。
对对，矮的没办法。那个刘璇也是很高，打篮球那个。对对对对对。对啊，他以前是篮球选手。篮球队。对对，一样。摘椰子也是直接这样手撑起来这样。摘椰子。摘椰子。转一转就下来，转一转就下来。我也想说，因为我就是很高嘛，所以其实我搭捷运的时候很方便，我都可以直接抓到捷运最上面的台。哇，对。哎，你那边比较干净，因为那边比较少人抓。对，因为大部分的人来一定是抓那个三角板的，或是那个一整根的，我可以直接抓到最上面。而且，对，而且我们高的人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手很长，我都可以自己拉到我后面拉链，因为很多我们在那个拉拉队在上班的时候，很多人是拉不到自己后面拉链。对，我可以示范一下，示范一下，示范一下，示范一下。哦，哇，拉得到哎，我的天哪，真的可以吗？哇，好酷！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，可以吗？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，手不会。我手很长哎，只有高个才可以这样子吧？对，但我们在乎的好像不是你手长，在乎的是这一段可以，应该可以播啦，可以吧？可以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谢谢啊，谢谢而已，谢谢短信的，对啊，对。矮的不行吗？矮的没有，这跟矮的可以吗？等一下，这跟高个有关，这只是手长的问题。是臂展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矮个可能比例上面。我来，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。难吗？不难说，不难说。哪里难？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很简单，好不好？哇！对啊，对啊。有有有有，已经有拉下来，有啦有。背好腰。哎，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一集变成拉拉链的？就是主题的比赛，拉拉链特辑，拉拉链特辑 PK， 好看好看，高点高点，下一位来玉婷，来玉婷，我没有拉链呢，哦你没有拉链，他剪蝴蝶结啊，好好好，裤子有什么好拉什么？不能拉是不是？对，淘汰。这是拉拉链游戏的一个规赛，对，现在比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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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概是这个感觉。所以高个，你对他有什么好优势？讲一下。其实高个就是我觉得力气真的很大。我跟你们讲，不要想说力气大是要干嘛，就扛瓦斯还是什么？其实也不是，就是有时候你在生活上需要搬一些东西的时候，其实你旁边没有人，其实蛮无助的。对。但是你可以自己来决定，就是扛不扛得起来，扛不扛得回家这件事情，你不用打电话请人家来帮忙。我们想要知道雨柔到底臂力有多强大。哎呦哎呦，假如是，我觉得我好像算太正常。纳豆，你可以把它抱起来，试试看。好，试试看。哦，哇，纳豆，请问一下几公斤？大概六十几。屁啦！你这样乱报啦！那医生在看你就乱报啊！七十，啊！你是多少？爆我六几啊？我六五而已啊！我快75了。我完蛋了，越来越多了。你看他快75，75，雨柔75哎，可以吗？应该可以吧，试试看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哎呦，好，真的哦，来试一下。很硬哎，很硬哎，我要抱纳豆我都觉得太硬。来，哎，好。好害怕，勾他的脖子，雨柔要小心，雨柔小心，腰要注意哦，腰要注意哦，要确定的，真的可以，真的可以，太强了吧，吓到，掌声鼓励 ，Oh my god， 吓歪了，吓歪了，吓歪了。你可以吗？抱不动，我绝对可以啦。来，阿燕，天哥是阿燕，有用，阿燕有用，展现一下，有用，像个男人一样，加油加油加油！阿燕，先代表大家，可以可以。老板，我觉得好可怕，好危险哦，哎，要小心，小心小心小心。哇！纳豆还在复健，你这样摔他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他我中他，他也受伤了，他完全必须要断掉，他摔死我，完全不行，太可怕了，真的很强哎。纳豆一次灾难不够，你要给他第二次，什么搞的？我动逃不行，面淘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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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热柔都太强，哇！哎，这个一比起来真的超强，所以你看小个子的男生，
他万一又瘦，那那个自信心真的是高个子女生应该也不会太喜欢矮个子男生。对啊，觉得他好像没什么魅力，是这样吗？就是也看不太到啊。哇塞，没关系，没有，除非很有才华啦。对，你看，像你看，像刚刚那种状况，丰田就绝对不会有感觉。对，是不是？你觉得高个子男生是不是在生活上面充满了优势？其实没有什么优势，我觉得。不要这样讲，不能习以为常了，就这样。我的身高，但是真的生活上没有什么帮助。比如说跟女生抱在一起，女生就会说：“哦，脖子好酸了，可不可以抱？不要抱我。”那你不要找小的啊，奇怪。对啊，你要找小的，奇怪。哦，就是你们的手太粗啊，会骨折。没有啊，他会受伤，我会受伤，刮伤他的手，会刮伤他的手。哪有粗？有，我会受伤。还有一个最重严重的问题就是，会吗？比例上，鸡鸡看起来很小，但绝对没有这件事，就是真的很小，没有，绝对没有这件事情，应该就是真的，身高的关系，就看起来就变很小，对，一样的工具在他身上。通常人比较高，鸡鸡就会比较大，哦，不一定，不一定啊，不一定啊，没有，是我特别高，鸡鸡也很大，但是身高也很高很高，所以比例上看起来比较是原本就小。丰田的意思是说，他的 size 还是比矮个子的男生要来的庞大，但配上他的身体，看起来反而比哪个矮个子的男生来的小啊。他这样他吃亏了，视觉问题，跟豆哥一样鸡鸡大小，但是站在一起的时候看起来我的比较小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喜欢娇小的了。对啊，哦，满足不了高个女生，满足不了高个女生，找到问题点了，找到问题点。伟杰身高多高？哦，185，我185。哎，185也很高哎，很高呀。哦，那你有这种感觉吗？就是比例上面，我没有那个看起来太小的问题啊，真的。这个我没有关系啊，丰田他也有可能只是爱面子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叫他正名啊。丰田想哭。可是我觉得高个儿有一个坏处，我们每天这样蹲着弯着腰，然后跟大部分人讲话又要对，很容易椎间盘突出啊等等的，看起来好逊哦，虚弱的感觉，高然后这样弯的啊，突出来，很容易上椎间盘，我的突出了，这样看起来听起来很逊哎，对呀，对啊，很可怜，没什么好羡慕的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对不对？我觉得尽管他们在这样讲。可是男生还是希望自己高一点，当然，当然，对啊，一高遮三丑，对，真的。炮哥，假如你的理想身高会是多少？我当然是再加个15公分了，对，加15公分，那就来到176嘛。什么176啊？那我身高多少？15哦，漂亮啊！好，听一下，娇小女生到底有什么优点？好，来哦。就是让男生都会变得很高大威猛，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因为像我们个子很小嘛，所以我们其实男生身高不用到很高，因为像我老公只有177，其实不是很高。但是每次大家就是可能想说，哦，因为你老公太高了，然后讲到之后，我说他真的很高了，好不好？177，超级公分，好不好？台湾公司，不要这样讲，让我们做快啊！不是，因为177正常不会听到人家讲说太高，要像丰田那种，比如说过180才会说哦他太高了或者是什么。所以因为我老公站在我旁边，大家每次都讲说你老公太高。那如果像丰田190，我站在他旁边，他看起来像200哦。真的，真的。然后比如像 PO 哥啊，或者是佩德站在我旁边，他就会瞬间增高，就会有增高的效果，有天然增高器的，真的，就男生会比较有自信。对啊，哎，咪咪大概多高啊？哎，可以讲哈。我不知道啊，对啊，他号称15啦，号称其实15，那这样也差了十几公分啊。对啊，所以我跟他站在旁边的时候，哎，感觉个人就挺起来了。对，然后还有167也有出头天啊，很有面。对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女生不是很矮的时候，我们基本上我们的身高大概长在男生的胸口差不多。胸口，对对对，所以我们就是很容易可以依偎，然后就会看起来就是很有保护欲的感觉。哦，对，保护的感觉。对，你只要一犯错就抱抱，男生就没事。算了算了算了，哎呦，哦。那这个要示范一下，抱一下，还要再来一次，示范示范是不是？对，我不知道怎么示范，那都决定好了。我们让玉婷代表一下。哦，怎么样？玉婷怎样？玉婷坐在躺你的胸口。哦，哎呦，真的要这样？他是主持人，他规定的，他规定的啊。哎，怎么办呢？不能不做，不能不听主持人，不能不听事主啊，那个。哎呀，哎，玉婷有多高啊？示范一下啦，玉婷大概多高？15，哎呦，15算高哎。好，然后嘞？然后啊。
我好像他爸，爸，爸爸，我要零用钱，躺在胸口。我知道，不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就是说你先躺完之后，然后你就开始跳那个最新的那个。It's magnetic 那个歌，好不好？好奇怪的剧情啊！好怪的剧情，好怪的剧情。然后就说，宝贝，我今天想要唱一首歌，我今天想要跳一支舞给你看。Music， 这样好不好？这样会了哈。好，预备备，来，哎，玉婷，怎么样啊？玉婷，我想要抱抱。啊，可以可以哇！抱抱吗？我不好意思啦。哇塞！我想要跳舞给你看。哥好，但是口音可不可以稍微闲人家？好闲啊！什么舞呢？我要跳 Magic。Magic。Magic。不是，你要跳，你要跳舞 ，Music， 好不好 ？Music。才 Q 啊 ！Music 不是 Magic， 是 Music。Music， 好可爱。好，我觉得他好可爱。来，再来一次。我想要跳舞给你看，老师 Music。哎呦，刚顿了一下，可爱。哎呦，厉害！好可爱！哇，好可爱哦！啊！哇！哇哦！小小超可爱，好可爱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可以回家了。我拿麦克。哦，你的麦克风，不好意思，很可爱，好可爱，小朋友，丰田这样感觉怎么样？这很可爱，当女朋友多开心。如果那个舞，新雅姐跳起来，应该新雅应该是也可以，跳舞接受，来，姐跳真的厉害的。Hello， 会哦，会耶，你看他也会嘛，唱跳，他脸好可爱，哎呦。会，你看，真的会，他的会，哇！刚刚女生会有一种性感的感觉，他们好可爱，那他们就觉得是性感，对，有点就性感的螳螂，就不一样，性感的喇牙，性感的螳螂，喇牙，螳螂嘞。这有真心，100万呢，有真心，这有真心在打，有真心的，好用力。这一集伤兵好多，开开玩笑。到哪里？还好吗？还好吗？好痛，还好吗？还好吗？变笨了。你们觉得好？你们都觉得自己很棒。然后刚刚我感觉到一个氛围，就是女生都好像觉得比较矮的男生优势比较少。对，其实他们还是有优点的，你们不知道而已。例如，来我们听，例如这样。我刚才要尊重一点，我也想不到，我们就后要尊重一点好吗？谐星全身都能玩，马桶吸盘玩到爽，好好玩呢。哎，真的，哎呦，啊，压住了，哎，很难哎，拔不掉，这一定要稍微空气要进去的，好痛，这个动作很快，这动作有点快，这动作不好呢。奇怪，怎么会觉得好像要上马赛克？女生都好像觉得比较矮的男生优势比较少，对，其实他们还是有优点的，你们不知道而已。例如，来我们听，例如这样。我刚才要尊重一点，我也想不到，我们叫破哥讲，尊重一点好吗？叫破哥讲。哎，看女生小小高个都有各有各的优点，但我们矮个子男人是怎样？是怎样？也有吧，167对不对？但是还是有。说真的，你看演艺圈好笑的谐星都是矮个。哎呦，真的吗？有吗？你看郭彦均啊，然后那些的，这是优点吗？玉林哥啦，纳豆啦，这些的。
对，然后那个什么潘老师啊，哦、不好意思讲，潘老师也不是很高，没错，对对，他都会稍微加啊、哦，对，加一些那个啦，对，但是你看矮了就好笑啊，对不对？欸、我笑，我随便给我们个道具就很好笑，像这个。哎呦，什么？这是干什么？你看，随便一个道具，你看风险就觉得很无聊，对不对？拿了我就觉得很无聊，对不对？我拿着就觉得很好笑，所以说不要再干。对啊，为什么啊？你们不要再继续干下去了，一下，除非你们给我，除非你们给我，不要给我，不要给我，不要给我。哎、欸，很幽默哎、欸，好像是、欸。为什么？小，拔不起来哎、欸！拔不起来！好了啦！他有一个，哎、欸，有一个印子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所以这真的可以吸哦、喔。是什么？他刚刚不是演的，不是演的，那不是演的。好好玩呢、喔。哎、欸。压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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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很难哎！拔不掉。对，这一定要稍微点空气要进去的。好痛！一个印子哎！哎，真的有哎！哎，很好哎！住哎！你看，一个都可以玩成这样，多可爱！好可爱！他刚刚是从小小兵变变天线宝宝。对不对？小矮个就矮个的好处。小小兵的那个发那个声音是怎么样？咪娘 ，banana banan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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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nana， 天线宝宝。天线宝宝怎么讲？滴滴滴滴。好了，现在谁要拿下来？买谁要拿下来？谁要拿下来？不要滑动。哎、欸，好难，好难。公车司机的那个，哎，而且我发现这个好像用过的，这有通过马桶。公车司机的排档感，对啊，多惨！你看怎么样？多好笑，好好玩哦。其实蛮可爱的，我也好想试试看。试试看，可以啊，短期来试试看。啊，真的吗？那你试试看，你试试看，试试看。对对对，我们看看是不是他真的做生活情趣啊？我们看短期这样做的时候，他会不会真的觉得很好笑、很可爱？好不好？来，预备备，请开始。啊，我很用力，用力，很用力。啊，拔，拔，拔，啊！那个动作，这个动作有点怪，再这动作不好呢。不要啦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快快的，快换快的。短期很开心吗？觉得很好笑吗？有没有娱乐到？有没有娱乐到？有没有娱乐到了？就在一起了，真的。OK 啊。还有一种幽默感，幽默感很有趣。刚刚那个画面真的，刚刚那个画面奇怪，怎么会觉得好像要上马赛克？但明明就没有什么问题啊，什么？但明明没有怎样啊，就是很好笑而已啊。哎，听一下，娇小女有什么优点？讲一下。对对对对对对。我觉得就是娇小女就是永远的 C 位，真的，真的，这是真的。像每次演出的时候，老师在排队形的时候，他就是看我太太，都每次都把我排去最前面，这样就有更。多曝光的机会，而且观众一眼就看得到你。而且我觉得高的女生跳舞有点像章鱼。啊！刚讲，刚讲，刚讲新雅姐，刚讲新雅姐，你才像何姐刚在后面跳。没有没有，这个问题我是有研究过，就是说，当然我们高个的人跳舞可能会比较像，有可能像拉雅，但是如果舞感好是没有这个问题。然后我们高个还有个优点就是你们手短脚短，在舞台上面要放很大，台下观众才看得到。得到可是因为我们手长脚长，其实轻轻一坐，大家就看得到，不用很累。不用很累。哎呀，好起来哎，完美回呛。短筋对不对？对， okay, 真的。因为其实之前我们舞蹈老师也有说过，就是他觉得长手的女生可能跳舞的时候会比较慢半拍，但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是没有这个困扰啦。不然我们来 PK 一下。厉害 ，PK 一下是。那跳同一支舞，同一支舞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有请有请，跟玉婷 PK， 感觉如何？哎呦！拼了拼了拼了！哎呦！哦哎呦哇！哦，这个差异性，这个差异性。哎，感觉不一样哎，感觉不一样。
我觉得我跳舞的，哎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哎，阿燕，阿燕刚刚讲讲话，阿燕，以后不要讲话好不好？怎么可以讲话呢？阿燕，不要。怎么样？大家感觉如何？虽然一模一样的舞，但感觉完全感觉完全真的好扯。以舞蹈的角度来说，我觉得还是高个女比较吃香。那看起来那个真的舞气势或是画面都有气势很强哎，气势比较强啊。我觉得矮个跳得很好看。对啊，玉婷跳得很好看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今天要是因为玉婷今天穿着打扮比较特别，所以她还是可以抢到一些目光。嗯，可爱。她因为她如果今天穿的朴素或者穿一模一样的话，他有可能那个气势就会被短被吃掉，对啊，真的呀，好像高个子在这方面稍微占一点优势。对啊，气势也比较强。对啊，所以难怪跨年晚会明年都是你的。对啊，收视高点，一月一号永远都是他的画面，全部都镂空走。对啊，是不是？活动人体炙手架，矮个肩膀老是肿肿的。跟高一点的女生走在一起，她们也是会不自觉，就是把手跪在我们的肩膀上面，炙手对，炙手架，然后她们的重量都压在我们身上，越压越矮，然后肩膀越压越肿。就比如说我坐在椅子上，然后她们就会跟我聊天，就这样，哎，哎，你最近过得怎么样？对，啊，你这样子，就是会这样子。然后不知道为什么矮个子的肩膀很好跪，真的，比如说我们站在一起，你看，哎，很自然，很自然哦。好 ，OK。那想问一下大家，有没有觉得什么时候自己的身高会让自己在生活上面造成困扰的？这个肩膀肿起来，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？我跟你讲，因为我们矮个子的人真的很常被跪肩膀哦，真的真的，跪到肿起来。因为我们真的是平常，比如说跟雨柔啊，或是跟高一点的女生走在一起，她们也是会不自觉，就是把手跪在我们的肩膀上面，炙手对，炙手架，然后他们的重量都压在我们身上，越压越矮啊，对，然后肩膀越压越肿，是啊，就比如说我坐在椅子上，然后他们就会跟我聊天，就这样，哎，哎，你最近过得怎么样？对，哎，你这样子，就是会这样子，然后不知道为什么矮个子的肩膀很好跪，你知道？你跪跪看，真的，比如说我们站在一起，你看。哎，很自然，自然，自然哦。然后对，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这样，我老公都会这样，会勒，就会这样。然后对，然后就会觉得很，他们会很轻松，但我们很重，很舒服的，我们很舒服的，这样也蛮舒服的。对，可是像纳豆刚刚要跪那个新雅的话，手就跪，所以就是矮的会被跪啊，高的永远高的都不会被跪啊，他们的肩膀都很轻松。好轻松，我好想被跪哦，好想被跪，对啊，好想对，我要你得找高一点的，而且要壮，对，就像丰田那种，因为丰田还会把你，丰田就不要啊，丰田太瘦，太瘦，太瘦，他现在还在痛，还在家休息一下，还在痛，还在痛，哎，但高个子其实也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，或者觉得缺点，对不对？来，短筋，我的话是头皮外地，哇塞，因为就像我平常通勤，我都是搭公车或是捷运，但是在那种尖峰时段，那可能学生啊，然后上班族很多的时候，你进去那个车厢真的是会挤到满满满，那我就会在上面闻到超多那种。就是头皮味，对，然后或是有的学生下课之后，然后会有那种运动后的汗味，就是全部都是凝聚在上面那一块，就觉得哇超恶心，视觉也很可怕，因为我们比较高，我们会看到头皮血块，我们什么都看头顶的油还是什么，就是有时候你在等电梯或干嘛很近的时候，你就会一直这样。看到太多东西，太是好细节了，你知道吗？Too much。但你们是头皮，因为我们是狐臭。狐臭，对，狐臭，狐臭，你不要以为短剑，超臭，狐臭更可怕，狐臭更可怕，所以上下的空气都臭，都臭，所以结论不同的味道。OK， 但这也不算，这就不算什么优点了嘛，对不对？来，再讲讲看，加纳油。我小时候因为我太高了，就去撞到，对。高个的人为何常受伤呢？我小时候因为我太高了，就去撞到，对，因为我们的家那个门比较矮，有一次妈妈在厨房做菜，然后她叫我过来，我就跑很快，然后我跑的时候不小心撞到了头，然后直接流血，然后直接送到医院，他们说走路的时候一定要这样，
一定要有点蹲，蹲起来，对，才不会危险。还有骑脚踏赛也是，也是我那个招牌直接撞到我跌倒，这太高了吧？招牌也太低了吧？你这样框框高高，你骑脚踏会不会骑太快会飞起来？就是怎么感觉像一个飞机，很小台哎，一踢飞到一踢就飞起来，手一放整个人飞起来，那坐垫要调最高。所以你看，所以高有高的好，矮有矮的也是也有不错的地方，但是各自都有优缺点。我今天不管是丰田那个身高，还是我这身高，还是纳豆的身高，我都觉得很 OK。真的，你变158.7你也可以。好，我说谎。自己哦，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我说。